嗨，大家好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的这个小电扇。哎呀，这是可以移动的啊，不用电线可以移动，家里每个位置都可以放，做饭了然后热就放在厨房里，去厕所热咱就可以搁在卫生间里，卧室客厅也都可以随时的挪动。还有的家庭呢哈，一到天热，哎，特别愿意举家啊，老少三代去露营，在野外支个帐篷，哎，做个烧烤，特别现在受年轻人的喜欢。哎，这时候啊，这个小电扇就起作用了。大家说了，哎呀，你说可以随意挪动，那个电怎么解决呢？这不叫问题。这个位置背面啊，这有一个 USB 的一个充电口。我们把它充足了啊，然后可以使用5到7个小时。在野外，如果您的手机没电了，这还有一个充电的接口，可以拿它当一个我们的充电宝使用。这小电扇有3种使用模式，第一种就是啊，就是这种三脚架式的啊，我们放在家庭里边比较合适这样。如果是在野外呢，我们把这个螺丝松开以后，哎，有泥土的地方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哈、插在泥土里边，哎，然后定位插住，然后再把它落下来，把这固定上就可以了。嗯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拧下来啊，可以挂在任何地方，两个位置都可以挂，这个部位可以挂，你像家里的一些挂钩啊，或是咱们室外啊、野外的咱们树杈啊，或是帐篷上有挂钩，你都可以挂。家里也是，没有挂钩可以自己粘两个挂钩，厨房、卫生间啊都可以挂式的，更方便了。风扇的背面啊，还有一个氛围灯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在户外啊，晚上可以拿它当个照明使用，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拍照的一个背景啊，很漂亮。本来我那是大白墙，你看，哎，照上以后颜色就特别的好看，是吧？氛围灯是靠着这个贴片啊，我们这还有黄的、红的，可以互换啊。在电扇的底部，这还有一个小卡子，一摁就能拿下来。这里边还可以放防蚊的一个驱蚊片，就是这个，放进去就可以。大家别看我这个小风扇哈，这么小，但是它的送风的距离还是挺远的，能达到4米。又实用又时尚，价格还不贵。粉丝价是199元。如果说您买的时候啊超出这个价，就报恩娜姨的粉丝，就会给到您199元的粉丝价。我把它的购买链接呢放在橱窗里，我也放在视频的下方，方便大家购买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咱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